面氛围吟唱音乐交换，每个人手都一份邮件，听他们压力猫也翻开剧本，我们故事现在开始，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，记录在面前的这张白纸。第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二位玩家是大道士，为他的职责是拥护。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最后会有人不光影向我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开开身份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发现有气氛变得逐渐焦灼，每个人都在争辩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，在一条条线索公开之后，讨论越发激烈。你他们说轮流发言，也是自己所做的一切。公主身上的毒药，她说是为了暗杀王子，带到身边身上的佩刀，金甲上也没有清晰的样子。王子准备了绳索与暗器，但他没开始动手。最后所有人不光影向我问我案发前后做了什么，我看看线索说我是羊。